烈祝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30周年。在中国空间站即将建成之际，特向为工程研制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、老专家及工程全线全体同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敬礼。这个水神呢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，如果不够用的话呢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